开局只有一个泥土，还有树苗，没有任何的食物，也没有任何的物资。我们该如何在这种环境下生存下去，并且建立一套完整的生态系统呢？哎呦，兄弟们，上线就送一个流浪圣人，看一下有没有沙子啊？没有沙子，有附魔台，64颗钻石换一个附魔台。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装备要附魔台好像没有什么用呀，我们现在装备什么都不缺，对吧？都是极品。不过附魔台对我们来说也是稀有物品，因为我们无法制作，所以还是换一些吧。我们的现有很多啊，和渔夫换一下绿宝石，但是现在他们都涨价了。如果我们现在有地狱油，我一定要给他们打骨折。好，我们来换一下绿宝石，来吧，换一个附魔台，一组绿宝石就没有了。啊，哎，他卖地狱油，那我们可以买一些这个东西啊，这也是稀有物资。这样吧，兄弟们，只要我们是在空岛里边无法获得、无法制作的东西，我们都买一些仙人掌，还有这个红色蘑菇，再搞点绿宝石，把所有的物资都换一下。蓝色染料就不换了吧，紫松花换一点。蓝色染料就算是很稀有，但是对我们来说屁用没有，那就不换了。给他来一个按摩吧。好的，流浪圣人已经走了，兄弟们，我要把这个羊驼给他牵到这边去。来，你的伙伴在这里。哎，如果我们后期的羊驼特别多，我们可以考虑组建一个驼队，对吧？啊，这一期我们本来的打算呢是找一下莫蒂，但是很多同学啊对我这个空岛的建设十分的不满意。但是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的材料，装修的话也只能轻微的改造一下。这个村民必须要把他们整治一下，太贵了。现在虽然说我们有地狱油啊，但是兄弟们，你们要知道，地狱油我们没有灵魂沙，无法种植，这就很难受。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先就不用了，万一后期还有更大的作用呢，对吧？来吧，大唐祭礼出动，让你们涨价，让你们涨，活该。哎，兄弟们，这个地狱油能不能种到泥土里边呀？试一下吧，这边还有一个蘑菇，这个棕色蘑菇我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，好像是之前和流浪圣人换的吧，这个东西能不能种呀？哎呀，其实南瓜确实不太懂，因为我玩这个游戏比较少啊，大家谅解一下。来，我们试一下，看一下啊，能不能种。哦，种不了。那蘑菇呢？试一下蘑菇。哦，蘑菇也不能种，那都是一次性的呀，那就算了，留好吧。既然不能把这个村民打骨折的话，就把他们解决一下吧，实在是太贵了，不合算啊。而且我们必须要把它变成僵尸村民，然后把它干掉，要不然对面的图书管理员看到的话，他们也会涨价，就很难受。干掉之后我们再来培养一批新的渔夫。话说我打僵尸村民你们应该不介意吧，把铁轨接过来，我们继续培养一批村民。弄好之后呢，我们把这个交易列表改一下，用线来换绿宝石。哎，方向不对。哦，线，但是方向不对，强迫症太难受了，还是换一下吧。这样跳起来放。好，煤炭，再来。啊，线呢？我要线。哎哎，完了，我错了。哎呀，完了完了完了，他上去就下不来了。哎呀，对不起啊哥，这怎么办？这，哎呀，对不起了对不起了兄弟，只能这样了。对不起。没事，我们再培养一个僵尸村民而已，不值一提。然后呢，我们在这边又培养了一个工具匠，我们想买一下钻石铲子，不知道他卖不卖，先把它升级一下。哎，我们获得了进度，有一把铁铲，效率二。不行不行，我们要钻石铲子。钻石斧，那没铲子了，兄弟们，下一个应该是钻石镐吧，大师的话应该卖的是钻石镐，我们再升一下级。来了来了，有没有？哦，钻石镐，那没有就算了吧，我们先不整了，先把我们的空岛改造一下啊。大部分同学都看得特别不舒服啊。哎呀，兄弟们，但是这个空岛应该怎么改造呀？我们现在好像没有什么材料，我们只能做一个仓库啊，先把这个箱子规整一下，因为我们的箱子太多了，而且东西特别的杂乱，我们就把这个仓库做在这边吧，多做一些箱子，然后放在这边，这样的话就可以了吧，兄弟们，箱子应该已经够了，一共15个啊，物资我们也不是很多，行，就这样吧，我们把这个东西放到这里边就可以了，做一个分类。那下边的过程给大家跳过一下。OK， 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分类了，然后现在我们还有一些稀有的物资，这4个方块呢，我准备放一个单独的箱子啊，它是我们整个空岛最稀缺的物资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单独的放一下。这边放2个箱子，然后把空岛里边最珍贵的物资放在这个箱子里边。然后现在给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箱子是怎么分类的呢？啊，第一个就是食物，这里边所有都是食物。第二个呢，就是一些动物掉落的东西啊，皮革什么的，烈焰棒，还有梦魇珍珠。第三个呢，就是一些植物。
然后这个是放石头的，这个是放泥土的，上面呢放的是木质的东西，这边的话是空箱子，这边是玻璃，我们之后要用到大量的玻璃，所以这个箱子单独用来放玻璃，这边是一些附魔的东西，这就应该没有什么了，这边的是矿物，然后这边是一些工具，下边呢是一些红石之类的东西，大概就这样吧。我们的无限水放在了这边，这样的话更好看一点。啊！我去啊！哇，兄弟们，这边的村民为什么有这么多呀？刚才我们在交易所里边运了好几个，这边还有好多。哇，这俩村民是高产母猪吧？哇，这边还有，解决一下吧，太多的话容易卡。